事情就是他时间一错过就没了，所以我很在意，所以是我很多主播朋友介绍我，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东西，这是完全是地方妈妈的福音，他把我刚刚以上所说的那些瓶瓶罐罐，那种益生菌，然后海藻钙、乳清蛋白，所有这些专利的配方，它全部都在里面。然后最主要是一般哦，这种好东西通常都做得不太好喝，通常好就像小时候我们就不爱喝那个苦茶什么，就好东西都不好喝。可是他又做得特别好喝，他是我们家，我本来是买给弟弟喝，后来现在哥哥跟着抢。他喝起来一开始我就骗他说这个是草莓多多、巧克力多多，就这样给他喝。他们现在就是根本不用这样，他可以自己会泡来喝。他的里面就是有加益生菌，还有加海藻钙，而且他的钙质含量多少呢？他这样一杯哦，像我们家弟弟就喜欢喝草莓口味，他这样喝一杯就等同三杯牛奶的钙。现在叫他喝一杯他都不肯，这个一杯他有时候一天会给我喝到两杯，因为他觉得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喜欢。这样一杯就等于是有三杯牛奶的钙，然后也等同1.5颗的鸡蛋，所以它蛋白质也够了，然后钙质也够了，然后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钙质的吸收率哦就非常高，大概有32%，钙质的含量有32%，吸收率有高达39.4%，而且它的钙质是那种好吸收的，因为它有一种蜂窝多孔性的特质，所以它是非常好吸收的。它记忆力真的也很好，这样说什么？39.4%，他连这种不记得，因为妈妈都跟着喝。我老实说，我自己就是以前我也是喜欢喝调味乳，就有点调味的。然后那时候为了想说，是你知道你我的人就这样，小朋友要试什么，妈都要跟着试。他打完篮球，我要跟着打；他学乌克丽丽，我跟着学。所以他喝，就我自己喝的时候真的很好喝，因为我喝给他看嘛。他们现在都不用我学，我不用跟着喝，他们两个自己都会喝。一个爱草莓，一个爱巧克力，然后我们还有香草口味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忙碌的妈妈很棒，就是他把营养弄得很均衡。那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忙的时候，今天可能忘了给他吃益生菌，今天忘了给他吃这个乳清蛋白，今天忘了给他补充钙，他这样一杯就全部都有了。